活佛师尊慈训，恒诚学修讲伴行，恒诚学道，丰富生命，才德智，培育扎根，恒诚修道，点亮生命，身口意，明镜如心，恒诚讲道，觉醒生命，悟真我，道在存心，恒诚办道，感恩生命，愿舍得，报答天恩，恒诚行道，创造生命，殿圣机，佛智超群，素是约定师徒逢，身心安宁自在平，明悟修办成愿力，齐聚佛堂表真诚，明察人生之阶段，更加努力胜欲登，参班眼里明真谛，掌握根本悟迷蒙，从心出发力定志，行道过程太谦恭，学道明理循序进，才得涵养其进程，培育贤才心量广，舍己为众益光明，坦荡行道无欺也。慎独功夫日常中，参悟生命之可贵，命运由己来造成，今幸闻道参半尽，修者明心真机逢，今是励志实践也。末了措施好修成，精进不懈有体会，修持改过能提升，清净身心无杂念，念念菩提自在成，感恩报道勤修炼，吼后练足愿不生，是非对错即心判，何庸烦恼困苦坑，烦恼菩提之念转，乃是真修体道行，若是不知修何意，如何掌握己人生，修持当要保清醒，言行相顾表率成，天职任何勿轻视，当世尊归敬神明，见自心佛本不丧，具足一切道推崇，修下万密师真主，当晓真性本来清，落入后天复本性，真性纯然天真诚，报道奉行度缘佛，找回本来向光明，其驾法传共协力，救晚缘佛渐渐登，醒察来去人生路，莫要迷恋世间情，借试炼心明根底，借假修真本来从，尽己本分素未半，五常值得细言情，真功实善人建造，知行合一方可能，行道之中遇考验，以何心态来转明，清清楚楚己志向，自能转化智慧增，逆来顺受不畏惧，借此成长乃过程，学修讲伴行道也，步步谨慎明真经，首要清净无杂虑，恢复本性之清明，放下挂碍见真我，扫除烦恼乐无穷，好吗？